亲戚，我有的时候我也是觉得他们就是说哈，一直在帮别人哈。我一直有时候我也一直想，我说亲戚哈，我说你一直在帮别人，我说有没有人在帮你哈？你以后怎么办？洗了后，我把它挂在我床前，我就这个鼓励我。我说，为国家民族做出这么大贡献的哈，他最后结局都这样。我说我现在做的，我自己又知道非常对，所以说我就把它挂。我是说，我就说看着他，我也应该这样做。我从我心里就这样想的。就是我当时编报纸就是很明确，就是把这个损失往下减，当时这个意思。这个是我，这个是我。86年，我到血站的时候，这是当啊，对，这是当初那献血那场面，这是那地儿献血的人群，这都什么样？小吕寨啊，这一个村子，有将近千人参加邢台市的献血，其中200多人去山西献血去了。其中有2个感染了艾滋，从山西回来的这些人大部分感染了丙肝和乙肝。小吕寨也曾经是邢台市血站的血源地，就是主要血源地。它每年所完成的献血这个数量，当时最高的时候能达到80%左右，70-80%都是小吕寨这些农民提供的那个献血。都是我通知他们去。那这一去都是多的时候3车4车，就是大客车，是不是？少的时候去一客车，是吧？去邢台中心血站。对，去中心血站，那个献主献血证，那时候我这个献血证特别多，那每人有一个，是吧？他需要什么行李，我就通知他，他来了我就带着献血证给他们去，是吧？献血呢还特别混乱的时候，嘿，这个山西长治是吧？反正我也去过，都是96年吧，96年。那山西那个献血，比这跟咱邢台血站还不一样，那是太混乱了。他就是从早上7点上班，一直到晚上9点、10点，好了才截止。这他那个工作人员才下班的。在咱去这采血是吧？那是不是采血？是采血浆，把这个浆甩完了以后。把这黄血素要输进去，啊，这人吧，基本上每天都可以拆，每天都拆。这去了，我在这待半个月，基本上每天一次。那受得了吗？受得了，你反正就是为了钱呗。糯米这个条件差，要么咱就偏低一等是吧？实际上这糯米呢是最倒霉。反正在咱住的时候啊，就说有艾滋病，那时候就一看这形势不好，还就回来了，不干了。这个采血的上面写的是康宝集团，是吧？把人都坑到了，结果不仅我们这个巨鹿是吧，都是这个产生病根了。我想的他们干那个都是病根，绝对都是。80%都是病根，都落灰了，都有了病了，这个病还是好不了。爸爸总是出去。他把我落在家里，晚上他不给我做饭，我在家里很害怕。再说说。这个呢？雷军、刘显红和张基禄，他们三个呢？率先在邢台宣布成立了邢台关爱互助小组。觉得2006年的1月8号对邢台的感染者
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我们应该共同祝贺小姐姐。好，首先我代表河南的高傲杰老师，由于高老师的身体不太好，他自己亲自不能来到这里，最后他让我代表他向我们邢台关爱小组的朋友们说一声，我们感恩者要荣誉站出来，要把自己的实际的情况向上面反映出去，才能得到政府和社会非政府组织对我们的救助。我呢也是一名感染者，首先要给大家就是讲一个我自己的一个感受哈，我是在很多年前看了团结起来以后，联系更多的患者才能解决问题。艾滋病它是一种病，它不是罪。咱们用法律武器捍卫自己的人权，没有法律那都等于空谈。我们要面对现实，勇敢站起来，我们都是受害者，我们是冤枉的，所以说我们就要呼吁社会，是需要共产党，需要政府，需要全社会人民来关注我们，来支持我们。应该是面对现实，一个上报纸跑什么，是吧？上报纸是我们为了自己的人权，是捍卫一个做人的尊严。虽然说有了我们没有外号，但是应该知道我们是人，人就应该有说有自己的尊严。那躲避是迟迟早早是没法回避的。到了问题就是说，怎样叫他赔偿的，怎样说给咱是公平公正的一个解决方法。孩子在院儿上院儿，是不是？是不？孩子，别人都加了两块都不给睡，哎。不健康。那个晚上什么都没有。我是在这咸阳光做手术，就腿骨折了。孩子到这还没有用药的，就是今年八岁了。你看，是不是这两句话能代表你的心？如何解决孩子的用药问题？如何解决孩子检验的问题 ？OK。咱最后的目的，咱通过合法的法律手段，解决咱们所有这个遇害者的身体问题。我相信国家。我上次去过北京。我以前不知道，我就是经过这一次，我国务院的一个公务人员，他就说，现在主席很重视艾滋病嘛，我希望他们解决邢台的好多这个受苦受难的人群，就是因为这个事情，好多人都失去工作，家里都瘫痪了，像我们家里也是一样。当时1995年说哈，从山西运城，我们曾经进了2年多的血液。运城它本身它就发现了10%以上的感染，我们用运城血用了2年，在山西你什么时候采的血他不知道，采谁都不知道。从运城用汽车，然后就是用了一个铁皮箱子，没有任何的保温措施。没有任何的减震措施，用将近10个小时到邢台，然后到邢台以后，邢台把这些血液贴成邢台血站的标签，然后就供应给了邢台市的19个县市区。当时用的全部是混合血浆，就说所有的血浆抽出来，然后大家混在一起，住在一起，然后分成袋儿哈，然后冻在一起，200毫升一袋，200毫升一袋，这样的血浆。我今天也负责的说，大部分供应了给北京。到1993年、1994年以后 ，HIV 进入高峰期。那么在这段时间呢，中国也就是血液管理最混乱的一段时间。管理过程当中呢，就是说各医疗机构就是这种自采血、采血的过程当中，最后呢就形成了大量的这种流产献血的，还有输血感染，自然已经酿成这样的后果。咱们又要给医院讨回公道，给血站咱们总得有个公平的说法。
第一步的话可以向医院主张权利，医院如果从法律途径、司法途径没有办法解决的话，那么那肯定是制度欠缺的问题，那么就是要公民社会一起去推动。我们曾经跟卫生部提到一个建议，叫国家赔偿机制。我们原先就是提出一种就是叫做无过错国家赔偿机制，就是说国家可以不对这个事情承担责任，但是国家还是要赔偿。我们工作的更大的意义在于促进政府最后在政策上的一个实质性的一个改变，让他们尽快的出台一个专门针对这些当年因为这种输血感染的人群这样一个赔偿的一个机制。我作为一个律师呢，我先表态，如果薛律师付诸于这种行动，健全我们国家的制度，维护我们个体。就七个字叫点题名啊，天多大路对长颈就多大，航天之家海之江河数十家，长威如如为雪铁三一一，西大门门的门五万程序，一样身上一样身上，我会是会，就是捏边的时候不会。我语文连撇也不会打。哎，你告诉安老师你想要个什么过年？不想要什么，因为我考试给考砸了。考试考砸了就不想要什么了，考试考砸了下次再考呗。然然，你考试怎么考砸了？就是我卷子全部都给做了，不知怎么回事考砸了，我就没有考多少。哎，我上次看你考的分数还挺高的呢。你给王大伯写的信啊？你为啥要给他写信？因为期末会议的时候，我想跟那两次掌声非常好。因为那两次掌声让我知道你们的掌声不是伤害，而是帮助。我相信更多艾滋病小孩一定知道记得们在帮助他。啊，可以可以可以。对，可能是在漫游的话是6毛钱是吧？在地下是2毛是吧？你这现在有点不够一个月，我无法同意。到时候怎么干？贡献啊，当时发生的那个错误，不对。就是做了以后呢，做完不了了，做完事了，就搁这个。男生和爸爸在一起，就是他，我在家里看电视，他就早早的睡了，他是睡着的时候就打呼噜。是的，那个谁点了一点，那闺女你把你不是你卡了卡的，你跑我给家你看看，你这啊着凉，我吃，有谁呀你那？不如我头你汗毛毛了，你看你这会儿。天之涯，海之角，何处是家？长威碌碌，为雪铁三一一，西大门门，南门户，万城西。大早是起来一次，看看火线了没有，
看看火星，看他们也在爬那睡，睡到早上的时候，他总是早早的起来，他就是一有动静我就醒来。Thank you.
第二方的能挣40多块钱，然后自己泡到池了能挣30多块钱。最近压力大，最近他那个政府一直因为我这个事情，他不让我上访啊什么的。他这再复印一份，还有白胜廷的签字，这显得旺。对，白胜廷都签的有了。你把那个材料和这个材料都放在一起。这发臭了啊！咋？你看这个，你们这是东边啊，还是西边啊？东大街。东南街是吧？啊、东大街。嗯，在康泰医院，你输了多少血？输了一磅血。输了一磅是吧？啊，这俺孩子也没了，就是咋个？希望你们能把这些那个受害的儿童，我这这一叫人，一叫得人，我知道，知道。64。每次我哭的时候，他们都不在家里，他们回来了，我还是装的。装着笑脸对着他们，那是没有办法的。去北京的时候，你可以给我们打电话联系，我们可以或者是谁可以跟你坐车，或者是一起去啊，陪同你们跑一跑，也没有事情。谢谢，好吧。谢谢。那个药啊，时间特别重要。你早晨8点喝药，晚上8点喝药，这个是特别重要的。哦，晚上8点。对，功夫来就都要被人查发俺不能成。现在我啥子的，我这个月往啥会发挥职能还可以，就是说作用。当时啊，他来这个乡没整啊，他来叫我以后边这个。他就说呀，他说这个，看就有点困难，有点困难了，给解决解决。乡里头来，这个就说，小红表爷说是说，搞这个烧活动。我说这个活动对咱他是有这个心情好，是。他这免疫他的这个痛苦，我说治他那个肉，他没有搞这个烧什么破坏活动。他说你不应该叫他走的这边个吹去那个。我要是为社会做点事情。这是叫来的，我见面的小红也有夜里，这是咋叫来也有夜里，见面的这事情害得被夹住了一样。这后来他就跟小红就说开了，说小红，你千万不要上外国的当，是，就说让这个小红别叫这个外国人给骗了，他下来利用你，恐怕以后啊，这个，
他就把你退了，不要笑这个张张这个，不要笑这个谁这个万维俊的话是。1997年8月1日，河北邢台沙河市普通农民王维军的妻子靳双英在当地康泰医院生下女儿佳佳。女儿出生的第四天，王维军接受医院的建议，花钱为妻子输血400毫升，厄运由此开始。1999年4月，靳双英被确诊为艾滋病，一个月后痛苦地离开了人世。随后王维军一家进行了检测，王维军和儿子一切正常，女儿佳佳则因为母乳喂养而感染了艾滋病病毒。带着孩子那时候还没有进入司法程序，那时候我心里也着急，那时候我就跟那个卫生局局长说，你最起码是你邢台地区管辖之内沙河市出的事儿，你作为一个局长你必须给我一个交代。几乎都是一个礼拜我最少找他3次，隔两天隔一天隔两天隔一天，我用天放一直找他，他不耐烦了，他都找那个卫生局两个门卫就把我推出去了，整个都连推带薅把我衣服都弄出来了。当时你还带着孩子？对，我当时带着孩子。孩子呢？孩子在里边呢。哦，我在外面等了一会儿，孩子没出来，我赶紧回去问他，我把孩子给我，他说你孩子没见。我一下那时候确实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弄了，那时候跟傻似的。家里说那赶紧报案吧，那个派出所那个说你这个事儿啊，我们管不了，这事儿有点大，说你上刑警队报案去吧。晚上我就在那个车站，然后转来转去，最后实在动得不行了，我都5块钱住个地方。过了两天，那刑警队通知我说孩子找到了，说你去吧。那刑警队还跟我说什么呀，他说有人帮你捡起来了，说你得谢谢人家。回家之后我得跟孩子说两天了，我孩子洗洗吧，我一撸胳膊看见满胳膊都是针眼。我问他你这两天怎么，他也摇摇头，我说谁把你弄走的，他说我坐车走了。这个事儿也就是说到2年前我才知道是卫生局的人用一个小车把孩子送到防疫站去了。我有一年是冬天，我上北京回来以后，我在那个就是过这个窑坡路口，那时候那个水泥路还没修呢，还那种土路，那个车压那个车辙子，两边都是很深的车辙子，那冰压那个冰，我走了有不到10米，我摔了10几个跟头，最后一屁股坐在地上，我那眼泪下来了，因为我抱着孩子不是，背着孩子不是，我又怕摔着他。我在跟王卫军跟他孩子在一起的时候，我说实在，我不是以历史这个代理，而是一个始终带着亲情代理这个事儿。这个是王卫军，这个是我们三个，他们俩，他陪着他拿到终审判决以后找到我，就是这个头发跟我说了，他说刘大妈头发我也该剃了，这5年了嘛，原来一直是胡子，一直什么的。就是真正给他们找事儿的是那医院，实际上整部都是5件，一个等死都不怕的人，还怕你？你给我扣帽子？对对对对。你给我扣个反革命帽子，我都监狱里住一趟，我家里还省几顿饭。是。来吧，你这个地方明明是艾滋病重灾区，你应该是主动站出来给这些人争取政府的帮助。对对对对。这才是你政府的行为呢。啊、你让国家有一部分钱，你为什么不多争取点钱给这些人补助？又是什么人？你这指责就是干这的，你可不是说给这些人干什么，你应该是给这些人帮助这些人了。你给他弄拧了，说实在的，我也有同感，是吧？我们这个什么医院输错血了，我们身体健康受的伤害了，可以打官司做起这个赔偿了。中央说的是关爱，你这说的是打击迫害，你说这个是不背道而驰啊？是。现在保险教育归根结底一句话就是为民服务，为民服务，怎么样服务的好？是。不就这个吗？
你要不为民服务，说不得我跟你讲，你有什么先进心的？共产党先进先进在哪儿啊？因为我们的公民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受法律保护，这个就是实质上我们是在保护我们自身的身体健康权的一种官司，要打官司属于这个问题。明白吧？是明白了吧？啊，是，就这样。可以叫一个关爱联谊日吗？联谊日干嘛呢？就交流我们要怎么样去维权，怎么样我们怎么样交流上，我们这个病吃个什么药就能够好，或是我们注意什么事儿，注意吃什么饮食就能够健康，这有什么不可以交流的呢？啊，行了，没事，咱们什么，咱们朋友的挺好的，成了朋友的。是的，到个累了是不是？他得给你个说法，你那个不能平白无故，我招惹一窝他，你横着你往说，你还搞搞吧，又得说这样。年龄大，年龄小都是这样。我们把握今天就高高兴的过这一天。有机会怎么样？怎么样？有劲吧？好，来来来，再见。再见。学校同学们都在那边。你咋弄的？乖，哈哈，乖，哈哈。